安全带，扣起来，坐车车去爬山，向左弯，向右弯，紧急刹车向前弯。我叫许文正，我现在有两个小朋友，大的是3岁多，小的是1岁8个月。老大的话，大概就是可以抱的时候，就会坐着，然后开始陪他伴读。然后老二的时候，大概要1岁多。但是老二比较有趣的是，陪他单独，他对那种比较有感情的，他就会随着那个剧情就会很感动。像就是我陪他练这一本抱抱的时候，就讲一讲讲一讲，哎，突然他怎么就随着那个剧情，然后就开始哭了。刚开始是以为说，哎，可能是偶然的，就试过几次，哎，他真的对那种有感情的都会很随着那个剧情，然后就会高低起伏。我要抱抱，我要抱抱了。搓油条呀，搓油条。吃了一个小油条，因为我们也是新手爸爸跟妈妈，很多的那种要怎么教育小朋友啊，或干嘛，其实我们也会去找很多资料。妈妈对新哥哥了有开始有订信业电子报，他有小孩的发展，就是说这个阶段他应该会有哪些身体上啊、语言上啊或认知上的一些发展。那我们也很感谢信宜有这么详细的资料，然后让我们知道小孩子每个阶段他喜欢哪些书，他可以共读的一些书本。像《亲爱的动物园》，他可以有那种打开的那种期待，那种哎，我可以看到什么动物，然后他也会很兴奋，他猜对了。大象。哦，快哦。那红颜的话，我们讲到樱桃便当。丸子串，那我们就会互动说，哎，一个给你吃，一个给爸爸吃，一个给妈妈吃，那他也会去学着这样子，那无形之中他也在书中他就会跟着爸爸这样互动，那他无形之中也会喜欢这一本。爬呀爬的是什么？是瓢虫哦。因为我平常就是白天要上班，那有时间陪他们共读的话，大概就是利用晚上下班之后洗完澡，然后要睡觉之前。小孩子跟我们父母都很珍惜这一段共读的时间。又寄来了一只什么？旺旺。旺旺的什么？旺旺抱抱。抱抱，它太完美了，我把它留下来了。我要讲这一个。讲完了，过来再讲这一本。